翩若无语，地上无散，思念西湖边，杨柳飞，雪对烟，茫茫人海，心不安，修炼一千年，一万年也无缘。心若不安，痛能看见，泪眼莫实现，化火焰烧红天，剑不断，理还乱，前缘再苦再难忘，心不变，做人不做仙。水若若有情，水满那金山，不管是地府还是天，心不会乱，有爱在人间，瞬间也是温暖。水如若有情，青山，不管是地府还是天方，全不怪。人间只瞬间，无限温暖。好，那我就挑开你的心，看看是你的心家还是我的心家。我再说一遍，我只和妖斗，不跟人打。难道你就不怕我真把你杀了？我若怕死，还出的什么家呀？好，好，那我今天就成全了你。笑什么？笑什么？刚才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你醒悟了些什么？你喜欢他。你说什么？我说你喜欢他。白素贞，一个千年蛇妖，世上少有的美人，你喜欢她？你怎么敢？我怎么不敢？你喜欢她，所以说你怕她，你怕自己喜欢上她，所以你就要杀了她。哼，你妒忌许仙，所以就要陷害她。我现在全明白了。哈哈哈，法海，一个出家人真是一个笑话。荒谬，荒谬，不荒谬。我现在倒有几分可怜你了。你明明喜欢人家，却又不敢跟人家说，可怜呐，可怜呐，可怜之极。臭和尚，被我说中了吧？发狂了吧？当今乱世，真是人比妖还难以驯服。八凉，我今天就是佛祖教训你。菩提佛光，菩提佛光，在什么地方？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佛光指引我念珠去向，如今念珠已经落于紫竹林妖孽手中，妖若成仙，天地不容。
有妖。法海。妖孽，你跑不了了。你这和尚口气大得很呐。你不要浪费时间了。我有大把的时间。你有没有大把的时间跟我没关系。我说和尚啊，你就成全了我吧。成全你？天有天规，人有人法，你算哪一样？和尚，你且慢动手。念珠在我手里，已经有了我的灵气。若佛祖不想成全我，早就用这佛珠将我打成原形。你又何必这么执着，非得要坏我的大事呢？妖就是妖，何用废话？看佛！灵气凝结不散。难道佛祖真的要成全这老妖？不可能，不可能！这妖怎么能成仙呢？念珠，我的念珠呢？妖孽，还我的念珠！兄弟，你轻点啊，岁数大了经不起这疼。哎呀，知道自己岁数大了还到处出去乱打架。说的这是什么话吗？昨天这场架就是拼上我的老命那也得打。再说的和尚。和尚？你什么时候又跟和尚结了仇恨？嗨，忘了的事儿说了也没用。大胡子，不是我说你，你都一把年纪了，你这脾气也真应该改一改了。每次都出去跟人打架，自己伤成这样，再有下次我定不帮你。哼，又来了，唠唠叨叨没个完。臭小子，要不是为你，我何至于跟那和尚没完没了的。哼，不过，哎，兄弟，记住哥哥一句话，你这一辈子永远不要跟和尚讲话，尤其是那个瞎眼和尚。小人心情，师父，爷爷，你死得好惨呐、啊！都怪我，小人精，爷爷小人精，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都是你师父做的好事。我师父，他欺负你了？他不问青红皂白就收了我爷爷，现在整于这巨石之下，不但毁了我爷爷百年道行，还永世不得超生。这真的是我师父所为？你说是不是？你告诉你师父我爷爷的这串念珠的？要不他为什么在我爷爷即将成仙的时候来到紫竹林抢走我爷爷的念珠？不是我，你是我唯一的朋友，我怎么会出卖你呢？小人参精，我信你十天，可是我恨你师父，他杀了我爷爷就为自己能夺到这串念珠修炼成佛。不是啊，我师父只是一心修炼，并不是想得到这串念珠。进、啊、师父，他只是我的朋友，他只是我的朋友而已啊。石天，你骗我，你出卖我，你领他来抓我。不是我对天发誓，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相信你，再也不相信你了。什么永远的朋友，都是骗人的。我，石天，把念珠从那妖孽手中拿过来。我不能了，师父。石天，那念珠可受过佛祖的佛音，在妖孽手中便亵渎了神明。我不行啊，师父。如果你不拿的话，以后就不要叫我师父了。我石天，你出卖我，你骗我，我恨你。不是你，我石天，把这念珠拿好了，已经丢过一次了，不可以再丢第二次。走了。石天，石天，石天，好些了吗？师父，你为什么要治老人参精？是为了修行，还是为了那串佛珠？要佛珠也是为了修行。可是，那你为什么要把小人参精也定住？这样，他很难逃出被旁人采去入药的厄运。明天再来换一次草药。现在去诵经吧。师父，请您放过小人参精吧，他是我唯一的朋友。师父，石天从小无父无母，只有紫竹林的小人参精才把我当朋友。求求你，求求你放过他吧，师父。若师父不答应的话，石天就跪在门外彻夜不起，直到你答应我为止。老住持，那您能不能解开我师父的定身咒，救出小人参精呢？石天，你这可是为难我呀。你师父是得道高僧，他施的法怕是要比他还厉害的法师才能解开吧。比他还厉害？像这样的人我还真认识一个。那我下山去求他，您帮我看住小人参精，千万别让他被别人踩了去。这事儿就交给我吧。你可要睁大眼睛，不要打瞌睡啊。臭小子，你小看我，待会儿我念他一百遍大悲咒，非等你回来不可。石天，上一次你欠我的事情我向你讨还。哎呀，快点快点。哎呀，干嘛？你是又想吃点心啊，喝茶了呢，还是想让我变成娘亲抱抱你啊？哎呀，不是不是，都不是，是一件性命攸关的大事啊。哎呀，再重要的事也得等到天亮再说吧。哎呀，去晚了他可就没命了。你快点。难道你忘了咱们那滴眼泪的约定了吗？哼，一诺千金，小青从不食言于别人。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就勉为其难跟你去吧。傻小子，带路吧。哎呀，那就快点啊。哎呀，你事儿还真多，麻烦死。哎呀，快点，前面就是紫竹林了。哎呀，快快。哎呀，快点，着什么急呀。哎呀，快点。这倒是獐头鼠目，绝非善类，生得一副油滑的模样。你快点走吧，前面就是了。快呀。哎呀，就在前面了，快点。石天哪，你要救的人在哪儿啊？老主持，老主持，你醒醒。你回来了，我已经念到第99遍。哎呀，小人精呢？不在石头上被定身咒定住了吗？
怎么没了？我刚才还在这儿呢，怎么没了？我叫你不要睡觉，你还睡觉，我干嘛要打瞌睡？石天啊，忙活了这么半天了，你到底要救谁啊？喂，石天，你别哭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傻丫头？哎，那你怎么在这儿啊，傻小子？我在这里做工学徒啊。我也是啊。哎呀，你别闹了，你听我说啊，等我忙完店里的事，我有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你，然后再请你吃三大碗馄饨，好不好？真的？嗯，你说的，不许反悔。我当然不反悔。对了。我这里呢有些碎银子，你拿去上街散散步，买个水果吃啊，买碗面吃啊，实在觉得无聊呢就看看打把式卖艺的，再觉得无聊呢就上山抓几条蛇啊。干嘛？我才不呢，我刚刚到这儿来做工，我要好好表现。什么到这里表现？你学的哪门子工啊？你跟你一样啊，宝芝堂学徒啊。哎，掌柜的，掌柜的，哎，掌柜的，他说他是宝芝堂的学徒。是啊，他是学徒啊。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他一上午啊，劈了三天的柴，挑了五天的水，又会抓蛇，又懂中草药。最关键的是，他自带了早中晚三顿饭。这样的学徒谁不收啊？啊！嚯，你还真有两下子！啊，何止两下子？我这个人呢，除了颇有姿色之外，什么贤良淑德啊，冰雪聪明啊，还有心灵手巧啊，我一样都不差呢。哎，连翘，你突然到宝芝堂又这么卖力气，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阴谋？啊，我能有什么阴谋啊？我不过是赚点银子糊口罢了。不不，借口。以你的身手，在山上捕捕蛇，赚的不比这里的多。我其实……啊，对了，你不是说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我吗？啊，是。是不是钱掌柜给的月钱特别的多啊？不是。要不就是你去了间果子铺，特好吃。不不不，是。那就是路上捡银子了。他肯做我娘子了。他肯做我娘子了，高兴吧，傻丫头？高兴，当然，当然高兴。许仙呢？哦，什么事，掌柜的？我跟你说啊，这个县太爷的三姨太啊，怀了身孕哦，出门一不留神呢，动了胎气了，赶紧把咱们的保胎汤啊给送去。知道了，咱们宝芝堂的独门秘方保胎汤，我已经熬了三天三夜了，不就在那儿？哎呀，我怎么知道那是什么独门秘方？我更不知道那是你熬了三天三夜的保胎汤吗？不通药理就不要来宝芝堂嘛。那我来宝芝堂还不是为了你？那现在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我只能跟县太爷请罪去了。包治百病的神药啊！快来看呐！傻丫头，听到了吗？包治百病，包治百病的神药。傻小子，这回我们有救了。来买呀！哎，各位乡亲，各位乡亲，贫道这里有包治百病的神药啊。无论是头疼脑热，还是伤风湿寒，或者腰酸腿疼、四肢无力，补虚壮阳、收敛止血，哎，总之啊，只要是你们能够想得到的病症啊，我这个神药啊都能够治。这是个包治百病的神药啊，哎，一两银子一包了。大师，哎，这生孩子的病可否能医啊？别说生孩子、保胎了，我这个神药啊，就是常年膝下无子，吃了我这个神药啊。也能够心想事成啊。真这么灵吗？那当然，真是可笑。哎，小乐弟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说这话就得罪大师了。我学医多年，看过无数的医书，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药方可以使不能生育的女子怀上孩子。就连我们宝芝堂最出名的保胎汤，也只是起到保胎安康的功效。按大师所说，你这神药岂不比送子观音还要灵验？我说小老弟啊，你不过是一个药铺学徒的小伙计，凭什么对我的神药说三道四啊？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你没听说过，只能说明你孤陋寡闻罢了。可是，不能眼见为实，我到底不能相信。那好，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的开开眼，让见识见识。哎，咱们看看到底。哎，就是啊。哎，两位老人家是否多年求子无望啊？是啊，我们如今头发都白了，却已无子养老，真是苦命啊！老人家，请把这个吃下去，我保证你能够怀上一个大胖小子。可是我已经50多岁了。乡亲大师说的嘛，赶紧吃下去，难道不想有个儿子吗？还真吃了。各位乡亲，药不能随便吃，给我留点。医书上说要根据不同的病症对症下药啊。你也知道，咱们哪见过那么多的眼泪呀、啊？所以当时十天一哭起来，我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真后悔，当时没把姐姐的葫芦带了去，是吧，姐姐？那孩子也真可怜，从小就被人利用，不知道他师父是谁。这么狠心，姐姐，你看，哎呀，这太好了！瞧把你乐的！哎呀，这位大婶，您这可是有了身孕吗？是啊是啊，如今我们老两口甭提多高兴了。实不相瞒，这是巷子口的大师给我们一颗包治百病的神药，这才让我的老婆子怀上孩子了。大师，姐姐不会吧？这么大年纪的大婶也能怀上孩子吗？那根本不是孩子，而是一团瘴气。那个大师恐怕也是欺世盗名的骗子，会点三脚猫功夫而已。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个大婶儿岂不是空欢喜了一场？只怕青儿，跟我来。哎呀，这是我的。连翘，药不是随便吃的，你没有病买这么多药干什么？我当然没病了，可是县太爷的三姨太有病啊，这神药连50岁的老太婆吃了都能怀上，那要是三姨太吃了，不就能顺顺利利把孩子生下来了吗？我是把宝芝堂的宝太汤给倒了，可是没关系啊，说不定啊，掌柜的还夸我能干呢，这6包我还嫌少呢。哎，两位姑娘也是来买药的吗？听说大师的神药有奇效，能够药到病除，所以呢，我和姐姐特地来讨教。啊，不敢当，不敢当。请问姑娘要多少啊？我们准备把这些全都买下来。还有方才被那些人买了去的，本小姐全都要了。啊，好说好说。慢着点儿，本姑娘还想问问大师，既然你这神药能够医治百病，那这手脚生疮之症可能医得？嗨，这是神药，当然医得了啊。这个就奇怪了，那为什么大师不先替自己医治一下呢？什么？你说什么？嗯，娘，你看呀，这上有神药吗？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我们是来揭穿你这个骗子的好人。嗯、你们是清白？哟，你这是怎么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又患上了耳聋口哑之症啊？你不是神医吗？自己的病都医不好，你又怎么医别人呢？啊！各位乡亲，大家都看见了，这个道士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的骗子罢了，而这些神药是便宜的草药配制而成，根本就不能治病，又怎么可能救人呢？是啊，这个骗子岂止是骗人，简直就是害人呐、啊！他根本就是骗子，刚才弄给我看过，我揍你！这是诈欺！骗子！哎呦，你这个骗子！真是骗子！啊，我都骗了。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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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对，走呀，你也是修道之人，何苦在这里卖假药骗人呢？这次饶了你，下次再被我们撞见，定不饶你。冰儿，我们走。快，快来救我！快来救我！谁？刚才谁在呼救啊？没有啊，没有。没有。姑娘，不敢不敢欺瞒姑娘，是我前日在紫竹林采的千年人参。哦，我说是谁呢？原来当真是被你这个臭道士采去了。小青姐姐，小青姐姐，快救我！你这种人，长生不老也是祸害，把他放了。我，你什么你啊？我法力尚浅，我办不到啊。哼。姐姐，那日石天也是这样巴望着让我帮他解开那条红绳，不知道是哪个黑心的高人做出这等事来。现在紫竹林不安生，还是跟我们走吧。谢谢姐姐。不过是一青一白两条蛇妖，竟敢如此张狂坏我的好事，他日定要把这口气挣回来。请留步，你慢走。怎么样，药都送进去了？我还是觉得不妥，世上哪有什么包治百病的神药，万一用错了，那可是两条人命啊。哎呀，有什么不妥的呀？你不也眼见着那个老太太怀上孩子了吗？你还担心什么呀？再说，只要三姨太的病能治好啊，掌柜的就不会怪我做错事情了，也就不会把我赶出去了。你就当为我好不好啊？你放心吧，一定不会有事的。谁让我们是朋友呢？我就相信你，为朋友两肋插刀，也算君子所为嘛。你真愿意为我两肋插刀啊？嗯。那这么说，我这个朋友在你心里的分量还挺重的。当然不轻了。那是我的分量重呢，还是那个仙女姐姐的分量重啊？哎，我问你呢。哎呀，好端端的怎么问起这种事情？我不管，你说，在你心里到底谁更重一些啊？这不是一回事，怎么比呀？那非要比一比呢？那没法比。怎么就没法比呀？包治百病的神药。对呀，不管什么病啊都能治。以后啊，什么问诊啦、开方子啊、抓药什么的，这些麻烦事儿就全可以省了。呸！什么包治百病的神药？明明就是几味破草药，连个伤风感冒都治不了。怎么可能啊？我明明看见那个大师把药给人家用了，就全好了。掌柜的说的没错，这的确是胡乱搭配的一些草药，乱用药是孕妇的大忌，万一吃错了，那可是一尸两命啊。那现在该怎么办啊，掌柜的？哎哎，这可不关我的事啊，祸可是你们惹下的。傻小子，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呀？祸是我惹出来的，不如我去县衙认罪。哎哎哎，连翘，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受得了牢狱之苦呢？再怎么说这事和我有关，还是我去认罪吧。哎哎哎，且慢。我小时候啊，就听我爹说过，有一种千年人参，它能够护胎保气。要是咱们能够得到这种人参，把它送给县太爷的三姨太，恐怕有一线希望。有一线希望便好，可怎么才能找到这千年人参呢？怎么找啊？哎，你们听说了吗？方才啊，在巷子口，有一个欺世盗名的游方道士，哎。被两个年轻貌美的姑娘给教训了一顿，听说啊，还救走了一个被道士绑了的千年人参精呢。原来这世上真有千年人参精啊！千年人参精，是被哪两个貌美的姑娘所救？是不是穿青白两色衣裙的姑娘？正是，听说啊，他们住在清波门，你可认识？小青，我找你姐姐有事商量。没事可商量。要紧的事。有多要紧啊？
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还是让我先进去吧。我姐姐不愿意和你讲话。啊，怎么可能？哎，怎么不会啊？你这个人好不知趣，不想和你讲话还需要理由吗？那让我好好想想，可能是因为讨厌你吧。哎，这绝对不可能。那天晚上青儿在跟谁说话这么半天啊？姐姐没事，是一个强买强卖的小贩，恼人得很，快把他打发走吧。哎，知道了。白姑娘，我是许仙啊。走了。哎，白姑娘，白姑娘，姐姐，姐姐，你不是吃了忘情丹了吗？不是也把事情都忘了吗？你怎么又啊？你是谁呀？啊，我。白姑娘把我忘了吗？我是许仙呐，许配的许，神仙的仙。嗯，我们认识吗？不认识，不认识。以前不认识，如今也不认识。半步多也不认识，西湖小船上也不认识。哎呀，反正不认识你这个人就是了。你赶快给我出去，出去了，出去，出去吧，出去吧。白姑娘，你别拿我开玩笑了，好不好？你不是答应做我娘子了吗？怎么刚过了几日就装作不认识我了？如果我有什么得罪了你，还请姑娘你择日再戏耍于我。今日我找姑娘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我想请姑娘帮个忙，把府上的千年人参借我一用，我是为了救两条人命啊。原来你是来要人参的，不错，我府上有人参不假，可我凭什么给一个陌生人呢？陌生人？白姑娘，难道你把昨天和你一起谈婚论嫁的男人叫做陌生人吗？你说谁跟你谈婚论嫁？当然是姑娘你。如果不是的话，那请问姑娘，你挂在腰间的玉佩又算什么？我看你真是越说越离谱了，青儿。哎，你就这样让人戏弄你的姐姐吗？哦，啊，好，好，好，姐姐，我马上就给她轰出去，走啊！哎，白姑娘，你不借我人参没有关系，可是你为什么当做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呢？哎，青儿，还等什么呀？快走！傻小子，你怎么了？我还以为忘记一个人有多难呢，原来吃一颗忘情丹就全部解决了。这么说，没人参了？不光人参也没了，就连许仙这个人在白姑娘心里也没了。你不是说他已经答应做你娘子了吗？啊，为什么还放口追我们呀？我也搞不懂啊，还是先跑吧。我们现在怎么办啊？不知道，你让我好好想想。我现在心里很乱。那别功夫想了，他们是来找我们的吧？姐姐，青儿，姐姐，你回来了。你猜小人参精他跟我说了什么？十天的师傅是法海，我现在可管不了什么法海了。姐姐，果然不出你所料，真的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我刚才上街，听到街坊告诉我，那个许……就是刚才来我们府上胡言乱语的男人，被官府抓去了。抓去了不是正好，也省得我们报官了。姐姐，不是的，那个人，他买了那个道士的药，误给县太爷的三姨太服用了，结果才八个月的身孕，就马上快生了。偏偏整个钱塘县就找不到一个接生婆敢去接生，大家都说恐怕要一尸两命呢。你说的这些与我何干呢？姐姐，要是那个三姨太真的有什么好歹的话，县太爷绝不会轻饶了她，一定会判她死罪的。你总提起这个人，难道你跟许仙相识不成？不是不是，只是，姐姐，你真的是忘了不成？我知道我不该提起他，不过那个许仙他的确是冤枉啊，
想来他刚才到我们府上来借千年人参，好歹也是为了要救人一命，可我们不但拒绝了他，还关门放狗，那岂不是要把他置于死地啊？就算是你真的把他给忘了，就算他是阿猫阿狗，那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吧？谁说我见死不救了？那么你现在到底要我怎么样呢？小人神经，韩若，你别跑！我现在又拿把剑子对着我说去救人，别跑！这不是要我的命吗？神经，白姐姐，青姐姐，她拿着剪子要我的命呢。好了好了，那小人神经，我们姐妹救了你，你是不是该感恩图报啊？可是我真的很怕死，要是连命都没了，以后怎么娶媳妇儿啊？不会要你的小命的，最多，最多要你这根小辫子而已啊。真的？有没有人啊？喂，有没有人啊？这位大哥，麻烦你过来一下。什么事儿啊？我想问你一下，那县太爷的三姨太生了吗？自从吃了你们的虎狼药啊，这人呢都折腾得不行，快脱了层皮。我不是泼你冷水，哎，你说那游方道士无名无姓，游走四方的，这一夜之间到哪里寻得到啊？倒是你们两个，宝芝堂的两个小伙计啊，正好归案顶罪呢。真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我就不相信这次钱塘之行就算走到了尽头，我连好男人都还没嫁过一个呢，就这么死了，我不甘心。我也不甘心。为什么装作不认识我？谁？难道昨天夜里的种种只是场春秋大梦，那些海誓山盟都是假的吗？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我真搞不懂你们女人，昨天还花前月下，今天就铁石心肠。原来你说他呢。我说都什么时候了，明天一早我们两个的脑袋可就都掉了，你还想他？你可迷心窍了。心迷了倒没什么，只是怕心碎了。好了，你别难过了，其实你不懂女人的。我想那个仙女姐姐一定是想试试你的心。是我的心？这话从何说起？这话说来可就长了，大凡男人沾花惹草的多，痴情汉子却少得可怜，他们可以三妻四妾，可以朝三暮四，女人就不一样了，女人的一生都要奉献给一个男人，包括她所有的快乐和所有的悲伤。所以说男人可以用一炷香的时间去喜欢上一个女人，而女人却往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等待一个男人的爱。这样说来，男女之爱本来就不公平，一炷香换一辈子，这赌注可太大了。所以女人呢，通常都会编排她们最喜欢的戏码，你越爱她，她就越要对你装出那种不屑一顾的样子，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我想她肯定是在试你的心呢。真的？真的？不信？不信你问那位大哥啊，是不是啊？这位大哥，是，这个女人啊都是这样的，所谓海底针女人心。哎，小老弟别发愁了，喝口酒，这是壮胆酒，喝了这个酒啊就什么都不怕了，给。傻小子，你跟我说实话，你对那个仙女姐姐到底有几分喜欢？
有这么多吗？再倒。再倒。再倒再倒。还倒。那就是很喜欢了。只可惜你的酒碗小了些。不会喝酒，就别逞强啊！傻丫头，你说如果明天我死了，他会担心我吗？我看啊，就算明天在大堂上能把命保住，你这个人啊，也是没药可救了。白姑娘，白姑娘是你吗？白姑娘，真的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你不是在做梦，这是县衙大牢。你是许仙，我是白素贞。可是白姑娘，你怎么会来看我？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自然有我的办法。时间不多，我今晚是来救你的。蛇妖啊，今天我可算过了，我来收你们正是黄道吉日。你为什么将我送你的定情信物还挂在腰间呢？既然你这么在意它，不如拿了去吧。青儿，青儿有难了。白羽箭，你惊鸿剑，一把发着绿光，一把发着白光，现在他们正指着你。